刚才打的实在太不错了，我们从来没见到说伊森有这么勇猛的一面，特别的爷们儿。对 对, 对，就是你看你又没摔倒，对，然后你又没有满头大汗，刚刚至少有三个人摔倒，对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你看起来你是非常优雅的那一个，而且你没有被篮球砸到头，对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。就你怎么在篮球场上做到这些，需要掌握什么样的要素？对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没打球了，我从来没打过，我从来没打过，我从来没打过。